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朗游的一款新灯啊。我们朗游这款新灯呢，首先呢，跟市场上面这种传统的灯呢，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。市场上传统的灯一般都是这个高度啊，那么你要再想高一点，就需要定座啊，你要多几个灯头都是需要定座。那么我们朗游这款灯呢，我们这个杆子呢可以随意的升高。我们这个杆子多少都可以切割啊，这个灯杆呢，我们最长的有2米啊。那么我们有黑色和银色啊两种。那么灯头我们也是有黑的和银的。那么我们这种灯头呢，是可以啪自动可以拿下来的啊。我先把这个灯打亮啊。这个灯呢，我们可以啊滑动。这个灯都是可以滑动的，这个灯的数量呢还可以任意的增加，还可以增加，随意的，很随意啊。这个灯呢也可以这样摆放，这个灯的这个灯头呢，它的这个角度啊是非常的大，而且摆动非常的灵活。这个灯头的透镜我们有4种啊，有10度。30度、45度、80度，它的照射啊非常的均匀，它的这个光线啊可能在视频当中看不清楚啊，它的这个均匀度非常的好啊。我们这个灯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啊，它就是可以随便的增加或者减少。除了这个立柱以外呢，我们还有一款就是平板的这个轨道灯。啊，这个平板的轨道灯呢，这个平板它可以直接粘在玻璃啊、木板啊、我们柜台的层板啊，甚至于一些方管，我们都可以粘在这个上面啊。那么我们这个灯呢，是用的是12伏直流，甚至于用这个电池12伏的锂电池都可以驱动这个灯。传统的这些灯呢，它的这个发光角度啊，都是比较小，你看这个。都比较硬啊，左右不太方便。我们这个灯你看非常非常的方便，好吧。希望做柜台的做品牌的各个客户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朗游的新灯。谢谢大家。